来，那个各位小朋友你好，各位家长大家好，那个今天是这也是我们政学第一次假日生活广场哈。那我这边要先说明一下哈，我们朱主任因为有事哈，不能来那个参与第一次活动。那我是化学系哈，那个谢巴坤老师哈。那我来中央大学大概六七年了，然后刚好跟这个假日生活广场开始的时候哈，同年龄。那这个节目，我想你们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都在网络上有看到，好，非常有趣。那我们是把这些所谓的一些日常生活啦，或非常简单的实验，好，透过一个非常非常浅显易懂的那个说明，好，然后把这科学啊跟那个我们实际的什么样的实验反应来做结合。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哈我们那个曾老师哈，曾秋雨曾老师，他是那个彰化南镇国小的教师，他同时也是远泽基金会的讲师嘛哈，讲师。那我想说，在他带领之下呢，一定会非常生动，非常有趣哈。那最近几年呢，因为我本身带了所谓武林高中科学班，好，武林高中科学班参与从头参与甄试，然后甚至他们高中进来也会到我们实验室做实验。我发现呢，现在的小孩子呢，从小就开始培养亲手做实验这种技巧。但我是觉得哈，我们再把这个，我是再跟这边顺道借这个机会跟家长分享一下哈。如果想让小孩子的手很灵巧，或者从小开始有这种做实验的这种技巧的话，可能呢早点让他们煮饭，好，煎个荷包蛋，好，或者打打菜，好，什么之类的哈。这样其实培养技巧是蛮重要的哈，那当然要注意安全的哈。那我们中央大学这个是这种长期以来都非常受欢迎哈。那我希望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，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安全第一。我想曾老师今天一定会跟你们提醒啊，我们今天做钻木取火这个实验，然后我们有参与一些简单的讨论，有任何问题哈，都举手问我们曾老师。好，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那我们希望。那个有参加过的同仁或者是那个家长或者是小朋友，以后呢可以持续保持跟我们来参与这个活动。那顺便呢，因为我们的科教中心有一个使命交到我身上，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请举手。那几乎都参加过是吧？大概要统计一下吗？你们大概有统计的是吧？OK。那第二个就是停车是一个问题啊，因为今天刚好遇到我们的大学推荐甄试，所以稍微有些系所呢，像我化学系下礼拜，那像电机电子，还有那些太空那些东西，可能这个今天，所以车子比较难停。但是呢，难停归难停，我们还是要收费哈，那个4个小时30块，那到哪边那个到。我们的报到柜台，报到柜台哈，4个小时30块哈，比我们台北市稍微便宜蛮多的哈，台北市半个小时要30块，我们4个小时30块，好，30块，好，就是收清洁费。好，那各位家长跟小朋友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就要把这个实验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师，好，曾秋云曾老师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然后我等一下会再回来，好，再回来，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参与讨论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。曾秋云曾老师，好。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好，不用我这里有。好，上过我课的举手。有，只有。有人上过了都忘记了哈，忘记我的存在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。糟糕，小朋友都不知道，今天要做的是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钻木取火。钻木取火有很多科学原理，还有科学历史要讨论。好，这是一个棍子，上面有钻了好多小洞，等一下会发。这是一个自制，等一下你们要做一个钻木取火器，长这个样子，光碟片、棍子、板子、绳子、橡皮筋，就这样而已。来，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？有没有，浩劫重生。有。汤姆汉克在一个荒岛上，汤姆汉克在一个，我为了这个特别去那个
租 DVD 的跟他买一片浩劫重生，好，没看过了去看一片。好，这家伙呢为了钻木取火弄了满手的血，然后那个满手的血还印在那个球上面，来有印象哦，斑斑血泪史啊，钻木取火好难啊，来钻木取火难不难呢？猜猜看，好，十分钟以上才能冒烟的举手，你觉得十分钟以上的好放下，五分钟以上好放下，一分钟以上放下，一分钟以内放下，十秒以内，好，只有哇，坚定的崇拜者，来，我不能让你失望哦，来，十秒，预备，开始，加一分，自己你也有相信我啊，信我的得一分，老师刚刚用了几秒冒烟的，不到十秒啦，没认真看，来摄影机放近一点，注意看我在第几秒的时候烟冒出来的，再近，好，注意看哦，刚刚这个是我刚刚钻的黑漆麻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是新的洞洞，还是白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要在白的这个洞洞。好，读秒，预备，开始。
把热熔胶挤大朵一点，不要小气。这个是中央大学热情赞助的胶条，所以尽管用，粘多一点，这样子才耐用。你的热熔胶啊，粘多一点，这个装取火器才耐用。好，粘一坨，压下去两片，再粘一坨，粘在哪里呢？粘在棍子。这样挤下来的时候刚刚好，会棍子上面的熔胶会被挤扁了，挤在光碟片，所以它是粘棍子与光碟片的交接处。如果你没有粘的够多，中间是空心的话，到时候你的飞轮是会乱跑的，那没有用哦。好，一边粘一边要压一下，要不然你的光碟片十片就很空了。我用的是十片，如果你是另一种力气很小的人，你可以用这个重量来加重20片，可以粘到20片，你自己决定。好，粘到了，粘完了之后，接下来绑绳子，这个等腰三角形。12组，警告一次。第9组，警告一次。好，这个等腰三角形，绑这一头。跨过来，再绑那头，比比看，要高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绳子有弹性，用了它会往下降，所以你不要绑刚好，绑这样，压久了它就会松了。好，最后一步，调整好等腰三角形之后，这边头这边要挂绳子的地方。用修枝剪，咔咔，这里剪一刀，咔咔，这里剪一刀，剪个缺口挂上去，绳子才不会溜下来。然后用竖橡皮筋竖起来，就做完了。还没有热熔胶冷却之前，不可以玩，要不然它会白你。那个圆弧呢，可不可以？你等一下钻了就知道。如果很难钻，它会乱跑的话，你再把它给修一修。如果很好钻，你就不需要再修了。往我们下面推一下。对，要往我们再把那个膜呢。好，怎么样叫太长呢？如果它会下来的时候会撞到光碟片，就是太长，那你就要降低，就这样而已。这里啊，那个泡棉底这边，你如果留了越长，你可以用越多次啊，因为烧着烧着越短。那可是你留太长的话，上面会太短，所以大约4到5指宽。4指宽，大约4指宽。这是日本买来的，一组钻木取火器。你会觉得，老师为什么不发这一种？好酷呢！为什么不发这一种？这个比较看起来比较酷啊！我们全班所用的材料费不够买这一支，不够买这一支，这个要8000多块。对，请归科，日本人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是因为日本艺人，好会赚钱。8000多块，好贵呢。我们全班所有的材料费拿来都不够用。好，那我们下面装的有两种，一种是白白的，一种黄黄的，两种都可以用。你们可以一家子一半拿白的，一半拿黄的，试试看有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个白的是甲板，黄的是木板，还有不同的材质。好，那么你们同一家子可以做比较，有的做10片的，有的做12片的、15片的、20片的，反正一家子4、5口，一种大小，光碟片
十片的、十二片的、十五片的、二十片的，都各做一个来做对照，看看哪一种你用的比较顺手。我这里都是做十片，因为比较节俭。老师呢，光碟片也是要钱买的。跟我拿我的光碟片，我都要声明一下，那光碟片我是跟回收商买的，如果内容有所不妥，不要怪我，那不是我看的。那光碟片是买来的，回收商买来的，所以如果内容不妥，敬请见谅，把它埋在两片之间，把它埋起来就好了，反正里面也看不到。那要磨多久才能磨成这样？还要记得光碟片要保持水平哦。如果歪歪的，到时候做起来不太好用哦。手帕，对。啊，有小朋友在玩了，我得声明一下，小朋友玩的时候请戴手套，因为那个光碟片转的时候速度很快，我怕你被割到。哎，大人我就不理你了，小朋友我有讲哦，要戴手套，你不戴手套，万一割到了，我会心疼。好，麻烦家长要看一下小朋友在转的时候有没有戴手套，因为高速旋转的时候那个光碟片其实也蛮危险的。没有完成哦，好，我们这组都完成了哦，厉害厉害，黑黑的哦，有前途哦，不错不错，一二三四组有前途。啊，你可以去荒岛上去流浪的。好，我特地准备了两种下面的底板，一种比较软，一种比较硬，你可以试试看哪一种最适合你。如果你修的圆弧不够，很难转。你要去回，不要一口气就把它绷紧。